无敌昆虫丸。都唔使讲，我知咩事啦，一定又系个胖虎虾你啦，系唔系呀？系啊。所以你就想还以颜色，问我有冇啱用嘅法宝可以帮你出气啊嘛？哆啦 A 梦，你真系好醒啊！哎呀，服咗你啊！每次都用同一个版本，冇啲新意，真系听到厌晒啊！你唔好咁样讲啦，好唔好啊？哆啦 A 梦，你见到我俾人吓，你竟然咩表示都冇嘅？你真系唔关心我，唔理我嘅感受。哎呀，冇理符啊！昆虫丸，哇，系咩嚟噶？食咗入边啲昆虫丸咁就得噶啦，系糖嚟啊！是不是吃了就可以发挥出好像超人咁犀利的力量的？不是这样啊，是会有好像昆虫咁的力量啊。你不要讲笑啦，为什么要我变成咁肉酸的昆虫啊？大雄啊，你绝对不可以看小啲昆虫的，可能在你眼中他们是细到微不足道的东西，但是昆虫其实潜藏着无比的力量的。大雄，你知不知道哪个是拳王阿里啊？阿里巴巴不是啊，他是一位上世纪70年代非常出名的拳手来。阿里曾经成为重量级的拳王，当时非常出名，被称为世上最强的男子汉。这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人个个都说他在擂台上面刚柔并重，跳步好像蝴蝶飞，出拳就好像蜜蜂的刺啊。只要你吃了我给你的昆虫丸，你会有蝴蝶咁灵活，出手有蜜蜂咁劲的，有蚂蚁咁大力，而且身体仲会好似甲虫咁坚硬添。真系嘅，会咁犀利？我系咪已经变成咗拳王阿里咁身手不凡啦？好啦，要狠狠咁教训阿胖虎。喂，大雄啊，你等一阵先啦。哎呀，今次弊啦。其实我周不时都咁讲噶，胖虎你真系好强啊，仲系好有型嘅男子汉。哎呀，男子汉嘅男子汉，世界第一啊，喂！当然啦。胖虎，你唔觉得你头先咁样虾我，好过分嘅咩？系啊，大雄系咪傻咗啊？喺度乱噏嘢啊！好啦，就等我胖虎好好咁点醒佢啊！哼，嚟啦，就当系私人胜利嘅，准备好啦。等阵。你眼前的大雄已经不同晒啦！你有咩不同啊？咪一样！我而家跳步似蝴蝶，出手似蜜蜂刺咁劲，仲有蚂蚁咁大力添啊，犀利咧！蚂蚁，你又只蚂蚁，系咁等我一脚踩俾你啦！啊，胖虎踩得好！你有冇呃我噶？又话好犀利，完全冇力量噶！当然是未有啦，呢件法宝已经经过一段长时间才发挥出佢嘅力量噶。咩话？咁要等几耐啊？咁样啊？等到听朝早啦。要等咁耐啊？当然是要咁耐啦。昆虫由幼虫蜕变到成虫，已经过唔少嘅努力至得噶。蜕变嘅过程是需要好多个步骤，而某啲昆虫甚至要经过几年时间才会成长噶。既然要我等，点解唔早啲讲啊？是你自己啊，听都唔听啊，走人！要怪就怪你自己啦。大雄，哆啦 A 梦食茶点啦。系。哇，系 hot cake 噶。我唔系啦。果然系好好味啊。好味啊。好味啊。大雄啊，趁住夜啦，闹快啲食咯。好好味噶。系啊，好味啊。真系奇啦，我竟然完全冇胃口。真系好味啊。大雄搞乜嘢啊？去睇下佢啦。哦，大雄啊。
哎呀，大雄啊，你到底喺度搞乜啊？唔知点解，我突然间好想食啲菜叶喎。唔生食得噶，点解要咁食菜噶？啲菜要煮过至食得。唔使呀，啲菜我生食都得噶。哎呀，真呀，我只就咁食噶。哎呀，大雄啊，唔可以咁啊。我好想食噶。唔可以呀。我好想食，好想食菜呀、啊，菜呀、啊，菜呀、啊，好想食啊。大雄啊，哇，是菜嚟呀，我唔客气啦。呢件事唔俾得爸妈知噶。点解呀，觉得有啲咩唔妥嘅？唉，真係烦啦，始终冇辦法瞓得着。我今日已经冇瞓晏觉㗎啦。呢啲係咩嚟㗎？哆啦 A 梦瞓咗起身啦！啊，咩事啊？我个口吐啲屎出嚟呀，仲有啊，身体好似有啲唔妥咁啊，弊啦，我唔舒服啊。啊，冇错啦，你而家进入作茧期啊，好快就会成为一个虫蛹㗎啦。虫蛹？哎呀，哎，好嘢啊，得咗啦，得咗啦，嗯，啊，果然系高士只嘅虫蛹喎，嗯，嗯，大功告成啦！好啦，大雄啊，你而家已经重生咗啦！啊，但系我都冇咩改变，同以前咪一样。点会啊？你嘅力量已经强咗好多噶啦。系咩我？好啦，努力啲咯、啊。伴虎诶，我哋去边度玩呢？咁都仲使问嘅？我中意去边就去边噶啦。好型啊！你行开啊！你行开就真噶。你究竟同边个讲紧嘢啊？你唔行开，我打到你行开啊！哇！哎呀，好痛好痛！同甲虫一样咁硬正喎、啊。你真系好大胆啊！你无端端咁嚟喎！出拳之不知。看住你啊！点样啊？系咪仲杀你啊？放过我！得咗啦，我已经战胜本虎。胜利之后一定要用花蜜嚟干杯贺下佢嘅，我唔客气咯。喂，大雄啊，你喺度做乜嘢啊？啊，系老师啊，我喺度啜紧花蜜啊。哎呀，正春材啊，你点可以破坏啲花啊？好对唔住啊！哇！你仲系炸猛跳啊！咦？喂！耶！好犀利啊！昆虫嘅力量果然好神奇啊！好嘢！搞成点样啊？你呢种昆虫已经好犀又好用啊！哆啦 A 梦，跟我出去啦，俾你睇下我嘅神奇力量啊！嗯，行啦！听讲你成功打败咗贝虎，冇错。边个激嬲大雄一定会冇运行啊！大雄真系好厉害啫、啊，睇嚟个个都知我大雄系一个强者。嗯，睇落又系啦。嗯，以后我唔会再惊任何人，我唔使怕啦。嗯。
有咩唔妥啊？好惊啊！系暴虫网啊！好惊，好惊，我哋要惊啊！快啲翻屋企啊！哇，真系好惊啊！走咗去边啊？咁快唔见咗嘅，仲走？